我会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全身跟包包的这个搭配。好，我今天其实身上配的配饰，我要先特别说一下，我现在身上的配饰是 B01 的配饰的系列。那其实 B01 的系列其实是我私下个人会非常喜欢的一个帅气的搭配。那在帅气的搭配当中，我会希望自己增添一点女人味的话，我选的包包就是这款蛇皮的Spanty Forever。Spring Shed， 对，所以这一款包包其实它是用蛇皮做的，然后它的那个前面的表皮呢是用蛇鳞去做七彩的堆叠，所以看起来非常像春天，有种生生不息的感觉。好，那接着帮我们分享一下今天逛完所有包包以后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我觉得很难选的，因为尤其是我很喜欢穿搭，在每一次出门的时候，我都会希望以不同的包包来点缀今天的打扮。所以其实大大小小包包我都会自己要收藏。对，那所以如果说今天硬要选的话，我应该会比较喜欢硬要选的话，Spanty 卡不上好了，因为我觉得它那个包款是一个云朵感，然后很可爱，还有一个横缝的设计。对，所以会感觉有一种柔软然后少女可爱感，可是如果你穿的又中性的话，搭配起来又会有一种平衡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说，可能这个包款它就比较有两用的效果。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可以找请别人买给你？找别人买给我？对啊。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我很喜欢自己买东西给自己的感觉。自己买可以。我很喜欢，对，尤其是我觉得可能在心情不好或者是心情大好，想要为自己送上一点礼物的时候，其实买东西是一个非常疗愈的事情。那当然有人送也很好，对，如果说有人送的话，那就先谢谢。对。那今天这样逛完心情好不好啊？有没有觉得什么东西可以入手？哦，我刚刚看到一个我真的很想要的东西，也是 Spanty 系列的手表。对，它的手表其实它是环绕在手上，因为我本人属蛇，所以蛇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个幸运物的展现，所以如果把蛇穿在身上的话，就会好像我今天的幸运就加成了不少。所以刚刚那个手表戴上去的时候，我是心情很非常愉悦的，而且嘴角会一直不自觉的很想上扬。真的，我真的很想要那只表，很漂亮。发了一张那个婚纱照啊，有没有想到朋友来自己的地方？我其实，因为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发那张照片，原因是因为刚好那个新娘物语他们就上了一波新的照片，然后我想说啊，对，我应该要发了，刚好我今天也没有新照片，所以就发了。就是我没有想太多，但我有吓一跳，没错。他后来又去补说是杂志哦。对对对，因为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就是。对，不要误会。他人都有吓到吗？没有，他怎么可能吓到？有标刊啊，开始攻击。哦，不可能吓到，因为他知道我的工作其实蛮常会接触到要穿婚纱。那我想象过自己穿上婚纱的感受？没有想象，我们是穿了很多次吗？最近好像很常看你们放闪诶，好像最近频率比较高，是因为他在工作嘛，就没有在身边，还是每天其实都这样？差不多每天都讲吧，但我刚刚有听到公关有跟我说，他是非常照顾我，就是会跟公关说可不可以多多照顾我们家雨薇，我就觉得哇，就是很开心的。偷偷帮你们打招呼这样，帮你买一个包这样，照顾直接送你。我是比较想要刚刚那个表啦，我这样表达很明确吧？很明确。目前确切的时间还没有那么的确定，对，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在，可能要进行。那
有，其实我刚杀青完了一部电影，然后现在也正在拍一部影集，但是因为这两部都还是算是秘密的进行者，所以还没有公开给大家。那其实后面也是会继续的拍戏，是在年底会看到，就是今年会看到，我不确定哎，我维纳斯会，就是我去年是去年拍的吗？还是今年拍的？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对，维纳火星上的维纳斯会上映。会这么瘦是因为刚拍完身体比较累一点，因为感觉还是很瘦。我就吃不胖啊，我怎么办呢？而且我现在的饮食都调整吃健康餐了。我吃健康餐不是为了瘦身，是为了营养均衡。因为我可能之前吃的不太营养，就乱七八糟吃，对，就没有吃原型食物啊等等。那这一次我就让自己半年都吃原型食物，让自己健康一点。OK 的吗？OK 吗？好，谢谢，谢谢。
在台湾当兵，然后对。我们是。